哎呦我的妈呀！我在这等你半天了，你怎么才出来啊？我和学生家长谈事情，你怎么会？ 他是学生家长啊，这不是严俊吗？这不是，严俊就是我学生家长，他刚回国，我才知道。哎，你太不够意思了，好家伙，一回来不跟我联系，跟我媳妇儿联系啊？啊，谈女儿的事。行了，来早不如来巧啊，我请你吃饭啊。这咱儿子还急着要钱呢，你陪我去趟银行。着什么急啊？回家网上给他传过去不就完了吗？ 走走走走走，把媳妇儿叫来。离婚呢？离了。离了。嗯。哎呦，生活不易啊！没人给做饭了吧？那我更得请你吃饭啊！走走走走走走走。今天算了吧。算什么算呢？多少年没见了呀？啊，走走走，走。也对也对，那么久没见面，吃个饭吧。啊，走走走走。哎呀，开哪个车过来的？ 这个呀，也就十来万吧。开后面的，后边那个。哎呀，不巧，我那个车啊放单位了，我打车过来的。哎，咱们那不就在那？我放单位了，要不我们两个人坐你的车？可以啊，没问题，欢迎来。 严俊，你这后面真宽敞，坐着太舒服了。哼，舒服就好。哼，严俊啊，你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啊？你买这么大个车干什么？多浪费啊！耗油啊，又不好停。哎，一年交友不了几回吧？是不是也就是摆摆样子？摆摆样子，我一年难得休假，就在城市里面装模作样。 你小子肯定是啊，不会过日子。不像我，一到节假日我就带着一家三口去郊游，对吧？哎呀，真的，哎，你离婚是不是因为常年不着家？老马，哎，怎么的？我说的不对吗？啊，我这是夸他呢，事业型男人，成功人士，对吧？ 你和你老婆离婚，是你有人了还是他有人了？老马，别问这些行吗？老同学问问怎么了，我还可以帮他分析分析。改天我再找你分析啊。别说我的事，咱们那么久没见了，聊聊你们夫妻俩这几年过得好吗？ 好着呢，我们俩经历了7年之痒，10年冻断，可以说现在是真金不怕火炼。哎，姑娘，点菜。你好，需要点些什么？严军，你点吧。好，这牛排。 主厨、沙拉，等下沙拉。到了咱这把年纪，什么这那那这都是浮云。最重要的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，是吧？哎，姑娘，买单。您好，请问哪一位买下单？多少钱？啊，一共是2951。 哎呦，坏了，我那钱包落单位了，没带钱。我没带卡，而且只有200现金。没事，我来吧。哎，不，这多不好啊！你西餐算我的，改天中餐算你的啊。来，好的，您请稍等。谢谢啊。
小事，小事。吃的习惯吗？嗯，没想到这做的这么好吃。哦，你喜欢呢、啊？嗯，那改天我再请你们俩吃更地道的。好啊。哦，对了，妈妈，我开车送你们俩回去吧。啊，不用不用不用。哎，你不是晚上还得加班吗？你忙你的。我们两口呢，每天晚上吃完饭得走两步，是吧？啊、哦，我们两个走一下，你慢慢看啊。那我走了。